大家好，这个是想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巴西的一些惊动。这一个的惊动呢，它的惊讶呢是属于非常大的一个惊讶。而且呢，这样的一个晶体的呢是比较少有了现在。我们再来看第二颗。这样的进洞呢，都是会有一种让我们去探索我们人生的一个力量，所以它要我们去寻找我们内在的一个珠宝珍珠。是很透亮的一个晶体的一些巴西水晶洞。Okay, 这个就是今天想要为大家介绍的两颗，所以在此祝福大家，感恩大家。